到我有了哈。做个梦给你，做个梦给你，陈华很快啊。等到看你影子满际，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，才敢说着你。这应该是一个 band 对不对？大陆歌手，大陆歌手两个字，两大陆。哎呦，你是知道，但是我歌名忘记了。大陆歌手两个字，因为他这一首歌的旋律，这种叫双旋律，就是他歌是 melody 本身是个旋律，他伴奏故意做成一个瞬间旋律。哦，对，那经常是双旋律，歌手本身是编曲，像。宇勋这一种，这种哦，哎，对他好像是全才型的创作人，他有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，对不对？音乐人讲话就是不一样。我还知道是方大同得奖的那一届，因为我是评审，可是我忘记歌名。哦，好，亮白，水星记哦，哎，水星记可以呢，哎，哎 ，Love 啊，结果你是评审，你还不知道歌，你要听一万多首那个歌名，对啊，哦，听太多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一个小秘密就是他本来跟方大同差不多分数，哦，最后方大同胜出，他的歌比较忧郁，然后方大同比较阳光，那我们公办的活动希望他阳光一点，哎呀，阳光，本来是同分，来一下喽，老师，没有，要多远才能进入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等着和你相遇。快有的星星怎么可以？很不错，好，目前的分数我们看一下啊，目前的分数最高分，秦宇子120分啊，包小博、老差还长华120分，两位是目前的最高分数。紧接在后是阿火老师跟徐英璇110分，是的，最后的白总张若凡90分，以及谢伟老师跟亚宇凡90分。